房子冻不着，再那个。这天是寒不是冷，再摘喽。那10月8、16，再要出去就是。那我先把灰条捡起喽。要得啊。那天你烧烤，我可以把那个整好哈儿。你养鱼只给整这个，我倒高兴嘞，我来屋头。房子还有几个事情要不要？要得。 在我们农村哈，要想长久的菜吃，这个地就不能让它荒弃。比如说这个时节吃完了，马上就把它种上白菜，到时候下半年就有的吃了。这农村就种些，也不做哪儿得来啊。嘿。 水长在西一头，这烧菜喽，这把就红彤彤的，多好看哟！好。 真贵呀！当我甩脱你，我来看你养鱼子真的要得不？这差不多在一起了。 今天鱼养的大伙喽，就吃咱两个吃着吃哈。你咋做啊？问着钱了就不到。发收工了啊？哎，收啥？收工了。 生了鱼啊！你也吃个好肉哦。你老妈做的啥子啊你？准备白水去了。哟，你昨天咱摘了没摘啊？看你吃起来香的。哎，没方便我个儿嘞。肯定搞得这么噻。 老板，怎么你嘞？肥瘦了。有肥有瘦的。来，老妈，伺候你嘞。要得。困得要香的。 你上老五了嘛？嗯，真的很。然后我下午就回那边厂头，但是你带屋头自己保重了身体。我下午不回厂了。哎，出去烂肉，你也不看着，你也不放心。要得噻。 你就把猪肉干拿进去嘛，我这个撇撇头头的拿进去。那猪肉干我吃饱了，那边受不了。那边受不了，那就猪油。那你算不懂啊，我这下。